你越擦，它的皮越膨胀，就会越难化。所以你它如果不痛，你就不要擦。这个刀就很利，就会比较好做。没有关系。不是，你如果照它的原火烤，有可能就会留色完了之后，有一些空洞都没有颜色，所以你要拉长才可以做。是加另外一个螃蟹吗？没有啊，补比较空洞的线。把那个中间的空洞全部再补满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大空洞？你们眼睛看得见吗？嗯，看不见。我一定，对啊，你一定看不见。我要戴眼镜啊，戴我这种眼镜。我描述看不见的牌子。你看得见哦，你眼睛真好。没有近视啊，戴眼镜太近视。说实在，真幸福。近视的话就不用了。真羡慕你。你年轻的时候，如果是我那个你这个年纪的话，我就爽死了，我都不敢一天超过做三个。昨天、前天用三个就很惨了嘞，眼睛很难恢复，就可能要睡一天。在跟他说，他这个毛是长这样的，就是顺他的毛。然后过来我们就坐前面这里了，开始黑黑黑黑边。我今天拢无下这侪物件，啊，今仔下较侪。谢谢谢谢。安尼人手较粗，不适应。我带来我奥杰啊，我已经忘了有那个人。不是，真是，不是，你把我脸绷很大，来，这个撑很紧，撑很紧哦。越来越斜，跟着它的毛线。中间会有空洞，你就从这里开始。
就像我们雕。